色玫瑰。好，那么紧接着变换，比如说黄色的玫瑰哈，啊，各位就来这样子说书写的整齐。感谢咱所在车所当所六，用大力甲捡下心，我得下心机。这束黄色的玫瑰，我是我想为了你，虽然是我还不能忘记，蓝色的梦曾有甜蜜气息，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，也希望我不想再提醒，虽然你对我已不再熟悉，而不撒一点分离，过去的无息的伤痛和抱怨，怕来的朋友起了心，我不再叹息，也不再熟悉，我心底的叹息过去，希望你明白我的心，也希望我不想再提醒，是那你对我已不再珍惜，而不早一点合理。来，不谈地缘这波天下有点在国立理想那个创业流动哈，华南传音重地传播，咱伫咱农历的三月二六，必须用流量做咱民族书信来珍惜。采束黄色的玫瑰花，是给你表示我想为了你，虽然是我还不能忘记，白色的梦曾有甜蜜气息，希望你明白我的心，也希望我不想再提醒，是那你对我已不再珍惜，还不早一点分离，过去的无息像风风雨雨，而来的朋友起了心，我不再叹息，也不再熟悉，我心里的叹息过去，希望你明白我的心，也希望我不想再提醒，虽然你对我已不再珍惜，还不早一点和你。谢谢啦，不能理解我们的歌黄色的玫瑰，感谢咱的国宾又多请你来拍和声。那咱的演讲第二讲，伫咱农历三月二日哈，咱来个工作是咱在化妆休息的深秋。来，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将以一来下，来用有来说我国宾又讲几句三元旦啦哈。那么在线上说声再见，好运连连，再见拜拜，祝福你弄到好运连连来，感恩哦。